天地虎，宝塔镇河妖。这是行话吗？这是老道掐诀念咒写的符咒啊。为什么作者要把它写上？原因很简单，热闹。那么真正杨子荣进威虎山是怎么进的？今天我给大家来两句全套的土匪黑话，一字不差啊。说带六子，带六子。这时候杨子荣杨巴的就进来了，就见八大金刚手下的老大拿着喷弹刀挖去了顶上了，大喊一声：“我扣着腕压着火，来的是鹰爪孙还是狸马老何？”这功夫杨子荣往前一起身呢，我左青龙右白虎，站在中央无极土，我拜的是王矿陆林老祖啊。那头又问了：“什么玩意儿？”我干锅巴玩意儿。那你为何闯局拜尧？我撵蓝绝阳张然而不正前来拜上。你怎么拜？我五指朝上拜的是江湖五大门帮。那还有一炷香呢？我大指朝天一炷香拜的是江湖八大门帮。哪八大门帮？金皮彩挂横栏荣格，八门八户各有祖师，你是哪个门的？横门弟子干锅巴腕，腕后一字标胡彪。横门人背后有一包，这包里装的是什么东西？上装天下装地，装的是老少爷们十三家的买卖。那江湖的天有多少颗星？36000颗星。江湖的船有多少颗钉？36000颗钉。那船帮有多少颗钉？108颗钉，代表的是梁山好汉聚在忠义厅啊。好，万朵桃花一树开，横门本是一家亲。西北玄天一只鸡，绿林不拔绿林七。那必须的，绿林要拔绿林七，那绝他妈不是好东西。来呀、啊，泼妇太和，橘红管亮，有请六子。